来看的车祸消息，嘉义市嘉乡路桥甲博爱路路口日前发生汽机车侧撞事故，造成现场技师涉杯受伤。嘉义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车前往救援，好在这技师在经过治疗了后，并无啥要紧。嘉义市警分队叫灵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一名女士骑士在等待救援，救援人员随即将车划伤这状况，不过在伤者意识清楚，不过机体再次受伤，救援人员随即替进行伤口处理，机会之后送往病院治疗。现场为机车与自小客车发生的交通事故，到达现场伤者表示，行经该路段时，那右方的车辆突然开启车门，导致他撞上，闪避不及撞上，导致倒地。那所幸伤者并未没有被后方行驶而来的公车碾过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根据了解，这名女乘客是当时经过嘉义市嘉乡路桥甲博爱路口，因为路边车辆突然间开车门，造成伊闪避未及，直接撞到。不过在客车在经过治疗之后，无生命危险，后续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亲爱的乡亲和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永妈市长黄敏惠，嘉义地区水情严峻，面对缺水危机，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。我们可以将泡澡改为淋浴，用擦车来代替洗车，洗手搓揉香皂的时候，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。洗米洗菜的水还可以拿来浇花，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，节水省荷包哦。